祝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好，翻嚟第二節啦。嗱，頭先我哋第一節就提到呢、這個躁鬱症嗰、那個具體嘅成因啦，或者一啲處理嘅方法啦。咁如果去到香港咧，其實嗰個具體嘅狀況咧，舉例譬如兩性之間個分別，即係分佈啦，年齡嘅分佈係點樣？兩性就差唔多冇乜特別嘅偏，即係多啲定少啲？女性都多，女性都有。多㗎。我差唔多我自己個臨床去做咧，即係差唔一半一半嚇。咁喺美國都唔明顯有一個 gender， 即係男女嗰個分別嘅嚇。因為佢嗰、那個只不過你可以咁睇啦，嗰、那個嘅躁，即係當佢 high 嗰個時，嗰個嘅表現方式係唔同啲咁解嚇，即係可能男嘅真係會多啲係，即係佢能力上可以做到咯，可能體力嚇，但係女士嘅都可以係即係不眠不休，你寫小説啊或者去。但係會唔會去到就係因為呢一種咁嘅 high 嘅時段，覺得自己係做咗過一啲好具體嘅成就出嚟，會覺得？上寫數自己係冇問題嘅，覺得自己冇問題啊？因為你做你真係你睇到有成績出嚟噶嘛？係啊係啊，睇到噶嘛？咁會唔會有啲人就因為咁覺得哇？其實我冇事咁樣。嚟到我哋如果因為接受輔導嗰個位置，就通常都又啲屋企人拉咗佢嚟啦咁但係唔出奇咧，即係我覺得係有啲嘢可能係 undetect， 即係。七覺唔到啊！佢自己本人呢個亦都係點解頭先我舉個例子就係、是，譬如我自己親眼見過有一啲例子就係、是，奇我你睇佢真係疏疏地嘅喎嗰陣時候，咁點解喺佢工作嘅環境即係認識佢人冇提，冇向我提呢樣嘢因為永遠都唔知道一個嘅數字就係、是，譬如如果有啲人佢可能去到某一個。可能好話去三晚冇乜點瞓，咁但係佢跟住就都瞓翻，或者都搞掂咗嗰本書或者嗰樣嘢啦。咁佢瞓翻，又即係冇咩 loss 啊。咁佢又完成到嗰個 product， 咁但係又唔可以話佢係有，又唔可以話佢係去到個階段需要，或者佢自己覺得需要係有病咁樣。絕對唔出奇，因為依樣嘢係喺社會上係會唔一定話下下一定要叫過咗界，即係絕對係。會發生咯，依、這個現象亦都唔出奇嚇。咁另外頭先台姐你問嗰個嘅年齡啦嚇，其實好多時依一啲嘅比較我哋所謂重性一啲啦嚇，但係唔好擔心話覺得係醫唔好係醫得到嘅都依一通常依一啲嘅 psychotic 咧，即係精神分裂症狀嘅一啲心理問題咧，通常都會喺青春期嗰個階段去即係發生啦。好少可話係細到我差唔多都冇點見過，譬如話係小學生就。因為好難喺嗰個嘅佢個歲數咧，就去判斷佢為係一個嘅即係躁鬱嚇。即係正如我哋好少，譬如去細個三年班，我哋唔會同佢做一啲嘅智力測試嘅，即係 IQ test， 因為嗰樣要不斷仲變緊嚇，所以我哋唔會用嗰個基數去做一個準則嚇。咁所以如果圍繞住年齡嚟講嚇，咁就多啲係青春期至到係二十歲出頭多啲嗰個歲數咯，我諗23歲內啦嚇，多啲喺嗰個時段出現咯。咁頭先第一段即係開始我引嗰、那個即係悲歡離合總無情嗰、那個，到年老入邊應該都即係比較少例子。會㗎，會㗎，會少啲嘅，確實嚇。當然同埋都一個得意嘅現象嘅，係好多時咧心理病包括埋。情緒病，譬如話焦慮、抑鬱嗰啲咧，其實如果去到30幾啊、40幾、50幾先至出咧，其實相對咧醫得好嘅機會咧又大啲嘅，嚇，因為佢嗰個嘅腦嗰個結構咧，相對已經係有一個好好嘅即係基礎，不過可能發生咗一啲事，令到可能係一啲好大壓力嘅嘢，或者可能屋企人過身啊，或者係突然間
被在公司發生了很不開心的有人炒，那些東西呢是你未個腦結構你一向都 OK 嘛，所以到可能你三十多歲發生了一件這樣的事，透過可能輔導已經搞得掂，所以年紀大一點又會少一些 stable 一些穩定一些、病發機會又小一些、好回又快一些、咁喺香港躁鬱症嗰、那個人口比例係幾高？香港唔係好高嘅啫。以我所見咧，譬如話美國就係 2.6%， 香港咧，我諗咧，其實可能咁上下啦嚇。當然我覺得其實呢個數字咧，即係都係好 underestimate， 即係低估嘅，因為你呢啲嘢咧又唔係話已經影響咗人，你係自己。即生活上面你好拼搏啊，或者過咗龍啊，會唔會去醫咧咁樣嚇？即呢啲又未必一定會咯嚇。咁如果喺我哋自己去做個案嚟講咧，就佔我哋大約可能5-10% 嘅比例啦，即喺個 case load 裏邊嚇。咁通常係會點處理法？舉個例，譬如話你會即刻refer 佢去精神科醫生。Okay.你會唔會同佢傾下先定點啊？嗱，通常如因為佢哋依啲嘅病咧，嚟得都比較，即係個症狀咧，對家人嚟講咧，佢哋都會覺得比較 shock， 比較震驚，即係唔知點解會咁。所以通常我哋做咗咁多年咧，多數係佢已經經過咗醫院嗰陣，或者即係佢簡單嚟講咧，已經入咗廠，入咗醫院，跟住出翻嚟，跟住發覺醫院都未必話俾到輔導佢，淨係純粹可能得藥嚇。咁家人就會建議佢哋，不如你都加埋輔導啦咁樣嚇。所以就嚟揾我哋嘅一種就係咁嘅情形。另外一種咧就係佢冇經過醫院，佢可能去咗精神科嗰度睇醫生，咁啊跟住就精神科醫生再叫佢，不如你雙管齊下啦嚇，加埋輔導啦。咁因為輔導係會幫到佢即係復發解決到嘅。好少可佢係一嚟就揾我哋因為冇任何嘅理據啊，佢需要因為瞓即係太過 high 太過有成就嚟揾我哋，通常都係叫做闖咗禍或者出咗事嚇，咁先至會嚟揾我哋咯嚇。譬如話佢做到根本再翻唔到工啦嚇，咁佢會嚟揾我們，其實好實際嘅啲嘢嚇。咁所以嚟到我哋嗰度咧，其實佢已經食緊藥啦嚇。咁我哋通常咧就都幫佢解決翻佢好此時此刻在這個階段他要面對的事情和他的睡覺的情形。你說我聽說你很強調那個睡覺問題，是啊，即是不是說他們那種實際上失眠呢？是啊，失眠的意思，即是這個你要搞清楚，失眠的意思就不是說你真的不眠不休，因為呢說的一樣不眠不休呢，就是你可能你恰一恰你今天已經很精神，失眠呢是你睡不到，但你又睇你好想瞓，係好攰，好攰，想瞓，但你又瞓唔到，係嘛？嗰個其實好辛苦嘅嘢嚟嘅，係啊。跟住個人好燥乾，即係總之好冇精神啊，即係想死啊，大佬！如果搞得即係長期嘅話，日頭佢又會恰下恰下，係啊係啊嚇。總之個人完全唔係在狀態啦，瞓覺又瞓唔，即係總之夜晚又瞓唔到，日頭又好想瞓，即係咁咯。但係你俾佢瞓咧，日頭咧佢都瞓唔到嘅，係實際上瞓唔到啊。咁是很重要的，因為在他治療那個即是躁鬱呢，其實是靠幾個方式的，幾個 入手點啦。一用藥物，跟住再落呢，其實一係呢就是用認知治療，一係呢就家庭治療。咁呢，但係呢兩者呢都要配合埋，就係頭先講嘅要處理瞓覺，同埋要去處理呢就係佢嗰個嘅外所謂生活嗰個 regulation， 佢生活上面佢調教嗰樣嘢。因為呢個係佢嗰個症狀嘅特色嚟嘅，佢正正就係、是。佢點樣？所以我哋有時都要教佢 meditation， 即係真係要教佢點樣去放鬆到個人進入瞓覺嗰個嘅狀態，瞓覺嗰個呼吸嚇、即係你要幫助到佢可以個人放輕到落嚟。咁開頭當然難做啲啦，要靠一靠安眠藥嚇、跟住借助，咁佢自己要去練習，即係點樣可以平靜個人啊嚇。咁、所以瞓覺同埋喺佢生活上邊嗰個嘅節奏。是一個挺大的課題在輔導去處理。那是不是你們希望呢，譬如說這種情況，他生活要有一些正常規律？某程度上是，但是也都剛才你即是第一節我們都提過，其實會出現呢有一些自相矛盾的東西的，即是很簡單，你
家人梗係好想佢樣樣嘢都好有紀律啦。譬如話瞓幾多個鐘，幾多點鐘就要瞓，早睡早起嚇，十一點鐘要熄燈瞓覺，咁仲。仲誇張過正常普通的打工仔，一般嚟講，譬如十二點幾一點即係瞓覺，依個係絕對正常到不過。咁但係有時家人因為擔心驚佢復發，所以有時提前到講緊十一點啊，跟住整下整下咧，其實個年青人即係或者嗰個病者啦，其實有時都會問跟唔跟好咧？唔跟嘅好似驚會病發，屋企人講到好似真係會病發咁，跟嘅好似。自己好似病病地，好似同其他啲同事啊、啲朋友啊，都唔係咁嘅。人哋出街食，即係放假放工啦，跟住食飯啦。可能我要九點幾就要翻到屋企，跟住十一點就要瞓覺。即係其實又唔好太過誇張得滯。所以其實啲嘢咧，盡量係有啲紀律，但係紀律之中咧，你都要按部就班啦。同埋我你都要答嗰個問題就係、是，既然呢一個病人佢係因為透過個 high。或者去追求嗰種嘅狀態咧，去做到好多佢平時做唔到嘅嘢。其實嗰個係佢心理嘅需要嚟嘅，所以你某程度上你又要俾佢咧係有一啲嘅彈性，或者喺第二啲生活嘅環節上邊，去如何可以獲取到呢啲嘅滿足感。所以我輔導佢哋呢啲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去講到，佢話如果我喺生活上邊其他細節啊，我都係有好多自由。我都是可以有自己揀自己中意嘅嘢，同埋咧有機會去發展咧，係開心的話咧，其實我唔需要喺嗰啲位咧，即係人哋或者上司俾咗個 project 佢，佢就好似揸賽車，佢形容我揸賽車嘅感覺，就好似踩行友，我就透過依件事去體現到自己嘅能力，得到咧其他同事咧都覺得哇，你真係好幫手手啊，係你先做到啊，佢就唔需要咯，因為我平時太過飢渴啦嚇，所以依一啲咧都同嗰個家庭。所謂的 parenting 即係個教導啊，或者父母有時太過擔心子女，又限制佢嗰樣，又限制嗰樣，有啲咁樣嘅成因嘅啊，即係唔係個個個案都係咁啊。不過咧，有好多時屋企都係比較混亂嘅狀態，即係喺佢成長階段，以至到佢係需要有一啲好似有種野馬，好似衝出去嗰樣嘅動作咯。啊，呢個就即係帶到佢第一節我哋提到嘅問題啦，就係話。那個細路仔佢成長期間個經驗，可能即係令到佢日後長大嘅時候出現呢種病徵。咁以你睇就嗰個父母係俾乜嘢壓力個細路仔會做呢樣嘢？嗱好嗱個應該話父母佢可以係做唔到父母角色啦。譬如話有時係我輔導過嗰啲咧，係好細個嘅時候，父母離異啦，嚇離婚啦。其實離婚唔係因為依樣嘢而導致個小朋友係會過度壓力啊。其實睇下你離婚，你跟住往後嗰個生活啲安排其實係點？有好多時候因為好多做家長嘅去離婚之際咧，其實都帶住咗好多情緒嘅，咁好多時都會又唔揾人去傾喎，揾朋友，我又唔即係冇揾朋友啦。咁變咗其實有時有啲同仔女去傾，甚至乎有啲覺得仔女要去做一啲嘅嘢啦。譬如你成績要好啲啊，媽媽已經好慘啊，即係俾咗一啲嘅壓力佢哋啦。甚至乎有啲直情媽媽都可能係需要見醫生食抑鬱藥嘅。咁變咗小朋友，我輔導有啲即係都講過話小學生咋已經要去煮曬成屋企嘅。即係 siblings， 即係兄細細啲嘅兄弟姊妹嘅煮佢哋嘅夜晚嗰餐飯啊，佢又讀書啊，即係你太細個咧，佢要面對好多嘅嘢，但係又冇大人係去幫佢嚇，即係總之依一種嘅情形又都會喎。總之就話小朋友佢喺嗰個歲數唔應該經歷咁大嘅壓力嘅嘅階段，無論嗰個係要去處理頭家，或者係覺得父母個。離婚可能係同佢自己本身有關嘅，佢覺得應該自己點樣做就可以令到父母就唔會分開啦。即係諗到一啲嘢咧，係諗到好誇張，好緊要嚇。譬如話我輔導嗰啲係經濟嘅嚇，即係父母離咗婚之後，屋企係即係攞綜援啦，住公屋啦，覺得自己好羞恥啦嚇。咁阿媽就可能根本佢係要揾三份工啊，根本屋企又都做唔到啲咩成。小朋友咁樣成長，樣樣嘢佢都會覺得我係比人嚟講我係差啲咯。咁佢會逼自己向上爬，咁啊讀得好叻，好犀利，攞好多獎學金。但係其實個人係好大壓力嘅嚇，即係所以喺。
頭先講嘅有好多種嘅情形底下，其實如果嗰個壓力係好大，而個小朋友咧，佢嗰個嘅身心咧，又唔係即個性格本身咧，都比較脆弱一啲。因為真係嘅喎，你咁嘅家庭嘅時候咧，唔係話個個小朋友都會，因為你好易睇啫，屋企裏邊有幾個兄弟姊妹，咁係有一個會係咁，其他咧。不過其他啲就會點咧？就懶得理，就一定。唔係咁一定係㗎啦，你懶得理，即係好一定好極端㗎嘛。有啲人好 hea 啊嘛，個 hea 嘅原因就係反正都係懶，反正都冇希望㗎啦，咪 hea 咯。咁有啲就唔係嘅，有啲特別呢個我相信就長子啊。係啊係啊，長子嗰個長子會多啲，食依個位會吸收得大啲嘅。咁誒嘗試將所有世界孭曬自己膊頭，孭曬喺身上。咁但係亦都唔係個個都出現呢個情況，但係咁有啲就頂得順咁樣咪。一路叻落去咯，咁有啲頂唔順嘅就出現咗頭先你講呢個問題。所以一就係嗰個嘅壓力，甚至乎有一啲嘅心理學，即係一啲研究話呢啲咧，其實屬於 PTSD， 即係啲創傷嘅後遺症，即係壓力係過度即係導致到佢有即係。往後去延伸到即係有呢個躁鬱咯，咁呢個係第一個嘅cause 第一個原因。第二種個原因咧，其實比起其他心理病咧，係嗰個基因嗰個因素咧係大嘅，即係躁鬱症嚇。咁我哋講緊咧係大約40% 至到70% 度，即係會有機會透過嗰個基因係去即係傳落去下一代。咁佢好得意嘅基因啊，基因哇咁大鑊，基因嘅嘢嚟噶。所以佢有多時咧，有啲家庭都會問即係佢哋驚會即係好似自責係咪自己傳咗落去嚇？即係會㗎。psychotic 咧，精神分裂咧，佢係嗰個嘅傳落去。即係下一代咧，比起 neurotic， 即係譬如話抑鬱症啊、焦慮症咧，係強嘅嗰個相關性。我諗如果你有啲類似例子，其實個壓力精神壓力都頗大。係㗎，因為你見到佢話，你屋企幾代人咁都有一啲咁嘅例子，你始終會懷疑自己會唔會有依啲危險性咯，嚇會嘅，尤其是心理學好做好多研究嘅，譬如話我哋所謂 identical twin， 即係話真係嗰啲即係一個受精嘅卵子，佢係分裂成為兩個，跟住即係個胚胎啦。依啲叫做真係完完全全係由一條嘅即係 chromosome 即係基因去分裂而成咧。依一啲嗰個嘅有嘅機會咧係即係相當高嘅，因為都係即係嚟自於同一個嘅蛋啦，同一個卵啦。咁4-7%到啦嚇。都所以如果屋企係有依一啲個情形咧，即係有依啲咁嘅基因咧，其實往後即係嗰個嘅家庭嗰個生活咧，要留意就係點樣去唔好搞到啲嘢咁大壓力，係真係需要留意嘅。同樣道理，如果嗰個病人係即係復發過啦，有個其實都係要留意，就係話個壓力就唔好話太過大，即係要因應自己得唔得嚇。當然你可以。呢啲其實都係講強身健體嘅，即係你逐啲去面對壓力，跟住諗下啲嘢點樣去解決，其實咧係可以一遞遞步咁樣去即係提升嘅嚇。咁呢啲都係要去努力嘅，就唔好 hea 咗去由佢，跟住到壓力嚟嘅時候，又屋企又會冧檔啊咁樣嚇。有兩個即係跟進嘅問題啦，其一咧就係話，如果屋企人有呢啲即係成員有類似嘅問題。咁屋企人要點處理咧？嗱，我諗我係假設，即係已經見埋咗輔導員。哦，係啊，我哋好多時咧要去做咧，就係嗱嚟得嗰啲已經係好有心啦，即係都好關心個病人，都好想幫佢。我哋發現好多時候過咗龍嚇有時又都試下俾翻病者去做翻我哋所謂一般人嗰啲嘅角色，你唔好抽起曬佢要面對嘅壓力咯嚇，唔好矯枉過正，好多時候都係過咗龍。你當佢平常人 ，OK 看待俾翻個責任佢不過咧你要加多一樣同其他家庭有啲唔同，你要俾多啲 backup 佢嚇，你要俾即係好簡單，譬如我輔導一對準夫婦。咁、那個太太佢係有即係躁鬱嘅嚇，咁都十幾年噶啦。咁佢屋企人咁咪覺得抽起曬所有嘅家務啊，覺得唔需要去做咯嚇、你翻工可以唔翻啊，朋友可以唔約都得嘅。如果你覺得大壓力，
但其實你咁樣咧，就不斷都去削減咗佢即係強身健體同埋面對個社會嗰個嘅壓力。因為嗱，依個就我自己臨床去輔導嘅時候，我見好多即係躁鬱症嘅人，其實佢嗰個嘅自我嘅觀感都係好低嘅嚇，即係佢係覺得自己冇用。冇用啦，同埋佢揾唔到嗰、那個，佢唔知道人生想點啊，走落去啊。但我想講一樣嘢，佢係特別比其他而家時下嘅年青人更加嚴重。佢係覺得翻工，即係直情係每日都唔知係做乜。係，不過而家當然年青人都會咁，但係佢哋會成為病咯嚇，佢哋會不安啊，覺得自己好冇用啊，覺得不如會啊，突然間會諗不如辭咗份工去啦咁樣，即係啲嘢好魯莽佢會做咯。咁所以你俾翻佢要面對呢啲嘢，反而咧係要同佢去商量，同佢傾，即係啊，如果你覺得壓力好大嘅時候，你出聲啊，嗱咁樣做，我哋而家每人幫手做一啲嚇，OK 嘅啲嘢，睇下係咪會好好一啲，係慢慢越嚟越去調教。有時佢哋好怕到一個地步，佢哋想全日即係 weekend 週末留喺屋企啊，唔出去。咁呢啲位置。我哋作為治療師啦，或者我哋叫家庭成員，你叫佢出去多啲咯嚇，同埋唔好下下都係阿媽要帶埋嗰個病者出街，俾佢真係自己緊出去又得，佢同啲朋友出去又得，或者同啲同事出去又得，即係唔好時時喺 under 即係個保護嘅狀態去出去。但我估計即係你頭先講到話可以做嘅原因，就因為呢種病唔同即係嗰啲精神分裂啦。佢就算話佢病發，係佢都唔會去到一啲好極端嘅行為啊！你係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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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係佢唔會啊，佢除非即係真係差到好 high， 一係去到係抑鬱到淨係自殺嗰個位，甚至乎有一啲係會有一啲嘅幻覺、幻聽都會啊個窗口想跳落，但係嗰啲位咧其實好短暫，即係講緊可能兩三年都未必會發生，即係真係抑鬱到嗰個位，因為抑鬱都可以係好拗一個人，但係未必係下下都係想死，所以未必有啲好極端嘅負面嘅行為嘅，所以係安心可以俾佢試嘅嚇，你唔好剁曬佢所有嘅嘢，覺得佢完全係無能，即係依個唔係醫病人嘅一個方式咯嚇。咁我諗依個係一個幾重要嘅關鍵嘅，即係如果俾家人嗰個嘅信息，即係關心者嚇。嗱，第二個問題就係比較宏觀啲啦。我估計咧，譬如呢種嘅病咧，係喺我哋個工業社會入邊啊，佢發展好極致嘅時候咧，就個病例就會多。係。咁理論上係咪如果我哋去？即係有咁嘅條件去全面改變嗰個自己身處嘅環境，就呢種病嗰個病發率會低好多。嗱，舉個例，譬如話，即係我喺香港而家咁嘅處境，我頂唔順啦咁樣。咁我去一啲同大自然接觸嚇，冇乜即係幾日常冇生活壓力嘅地方，咁就嗰個社區唔係人口多咁樣，一般即係甚至氣候都叫好嘅，咁會唔會成個情況會可以扭轉？會，我諗其實喺即係當一佢翻查即係躁鬱症嗰個嘅成因，其實走唔開嗰個壓力嗰樣嘢嘅，咁所以個壓力咧，即係個社會如果係嗰個政府或者喺一啲嘅即係。employer 啦，即係 enterprise 啦，啲企業家，你即係用營造到個社會咧出嚟咧，係唔好話太過大嗰個壓力咧。當然你就算點做，有啲人都可能比較 sensitive， 比較敏感，即係對個壓力個反應比較大。但係香港確實係即係成條 curve 拉得好高。我你自己唔自覺啫嘛。係啊。你放喺其實地方就係、是、即係根本呢個地方係畸形㗎啦。係、啊，因為我哋即係話喺度咁耐，我哋適應咗呢種壓力嘅嚇。係啊，咁同埋有時都係佢哋病者好多時佢哋又唔係話唔知自己嘅壓力已經好高，不過佢會諗就係人哋都做到啦，唔通我真係有問題，所以我做唔到，佢會再將自己再推進高一啲咯。但係嗰個位可能已經係過咗臨界點，過咗位㗎啦。啊，咁所以如果嗰個社會係你冇咁大壓力咧，其實我諗唔單止即係躁鬱啦，我諗係譬如話焦慮啦。嚇、都好明顯㗎啦，即係焦慮症都係一啲好即係發展得非常之工業化嘅社會，或者好睇重，即係香港係好睇重你嗰個成就嘅地方，同埋嗰個競爭嘅壓力係好高嘅。呢、個競爭壓力咧就唔係話純粹係錢嘅問題。你細路仔而家讀書個競爭壓力都好大嘅。係啊，嚇你做任何嘢咁，即係唔多唔少俾呢種競爭壓力，因為即係香港我諗大家會有一種傾向就係、是。你嘗試在個競爭的環境入邊揾到自己的價值。係啊係啊，
咁呢個係呢十年或者二十年係相當上越嚟越強。係啊，所以大家係啦，即係我諗要去保護住嗰個身心健康嘅，亦都留意住啦。我唔知係咪真係需要一個比較大的改變，即是在社會上以至到是我覺得一定的人的身心不只是你自己放很多心機努力就可以做得來的事，因為你面對的始終是整個大社會的氣候、那個、營造。不是，那你可不可以用一個認知治療而已，價值你自己的自我的價值不是透過社會賦予給你，是你自己賦予給自己，行不行？這個我想認知治療即真的可能意圖這樣去嘗試，但是又都離又不可以離地、我想很多時候如果我們即很多時候都這樣說的，我們改變心境，但其實是不是那個是很多人都是同樣面對緊嘅問題呢？咁如果係嘅時候，可能個問題唔單止係內在啦，我哋要公平啲咁講，可能係嗰個嘅大社會都係有啲嘢需要喐動，需要改變嘅嚇。咁就唔係你自己係有問題咯嚇。咁當100個人即係都覺得自己係咪好自卑，搞唔得掂？唔係最大鑊就好有錢嗰啲都自卑嘛，咁嘅、時候根本嗰個就唔係你個人嘅，又或者咁講，唔單止係你個人嘅問題啦，即係成件事係嗱，頭先嗰個就極端上，但係咧我真係自己親身經歷，係成績好好嘅學生去自卑，係噶，通常都係添噶。你問翻啲人咧，其實佢成績好叻嗰批咧，好多時其實第一佢唔係好開心嘅。他亦都唔會真係講得咁我嘅興趣中意讀書，或者我嘅興趣中意就係獲取知識嚇、通常都唔係嘅。通常如果你俾佢揀咧，佢真係去到譬如大學啊，佢可以譬如上裝或者係唔再需要讀書，即係唔需要好似一個課室咁，佢真係走堂，應該就走堂啦。佢或者會住殼啦嚇、出去食宵夜啦，係依一啲咯。其實讀書好叻嗰批或者成績好叻嗰批，其實唔係開心噶，亦都覺得自己嗰個價值其實佢會話我仲未揾到咯、我只不過係我咁樣做係因為大家都咁做，而我喺裏邊咧特別屋企人，特別屋企人，屋企人嘅期望係啊，即係唔想傷你哋心咯嚇，亦都自己有能力做到嘅咪做咯嚇。咁、我時時都同啲依啲年青人講嘅，你覺得做咗之後，你父母係咪真係開心咗咧？還是只不過都是暫時的，但是父母有一種很奇怪的心態嘛、他覺得如果我給這個小孩一個正面的 incentive、是害了他嘛，有些很極端的嘛，那就拿99分回來都罵的嘛，因為你為什麼不拿100分嘛、如果你拿100分他也不會讚你，就是你看看下一次但是如果再宏觀一點看，我都是的，不過何總我在第二節目你都提過，我如果你讀書，你其實是自己的 incentive 的動機是來自於你自己嘛。如果到你是讀中學依然都是、你媽給不給那個即那個獎勵或者鼓勵你、當然如果個母親佢係仲喺度話緊你，就仲衰啲添。但係即係講緊嗰回事就係話，其實依啲嘢應該喺佢小學嘅時候，作為父母你就應該要去造就到一個嘅情形，就係、小朋友佢嗰個嘅讀書咧，其實係真係係嚟自於動力喺自己嘅。你唔好將佢同啲人，你點解搞到變咗佢讀書嚟係為咗你開心，或者令到或者學校開心。記住而家嗱，即係細路仔讀書係為咗去討好父母啊。係㗎，好重㗎，多數都係添㗎。即係或者用依一樣嘢嚟去諗自己個價值咯。咁呢啲嘢點嚟嘅啫？因為學校俾啦。咁學校都有㗎，啲學校真係即係啲學生都咁講，洗腦就同你講，你唔好以為入到依間學校你已經係好叻，我哋依間學校已經係相好差。如果你喺呢度咧都係中游咧，你咁去出邊咧係垃圾嚟嘅。即係好多依啲，無論係校方。或者親戚、家長、鄰居，即係呢啲嘢，因為你咁樣搞到尾咧，其實個小朋友係唔會喜歡讀書嘅嚇、所以你依一樣嘢咧，個小朋友佢自己個自發讀書咧，依樣嘢係發生喺小學階段去培養嘅。你去到大個啲，如果仲係楞住咗嗰樣嘢，你係俾獎勵佢先至讀咧，其實已經唔係好 work 㗎啦。咁如果你係仲踐踏下去添咧，就仲衰，仲大件事啲添。即係係啦，即係不過再我哋又係可以講一個 topic 嘅，即係呢個係即係嗰個
嗰個 motivation 個動機，其實啲嘢係點樣去內在誘發咧？但係呢個係由個社會、自己家長、自己家庭對嗰個知識嘅係啊本質係唔了解的，係嚇咁由即係你認為嗰、那個嗰、那個知識係喺純粹喺學校你攞幾多分去判斷嘅，呢個係錯曬咯嚇嚇。咁、當然唔係兩樣嘢都冇關嘅嚇。只不過問題咧就呢個題目咧就同即係只不過同我哋今日個題目間接有關係，就因為呢種咁嘅物苗助長的教育方式和養育兒童的方式，它真的會導致那個兒童成長之後出現一些嚴重的心理問題，是啊，其中一樣東西就是今天我們講這種躁鬱症，嗯，好了，我們今天節目時間差不多了，我們下個星期再跟大家見面吧。 OK， 拜拜，拜拜。